情欲是男女的心灵之火，性爱是上帝赐给人类的最好礼物。有研究发现，一些食物与营养素能够促进性欲，调节性感受和增强性功能。当你明白了能吃出性欲、吃出幸福后，你还会无动于衷吗？在1993年国际医学会日内瓦年会上爆出一条新闻，中国阿拉善盟茶干吸热跻身长寿之乡，顿时茶干吸热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。由中外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不惜用4个月的时间对茶干吸热进行调查，他们发现只有139人的茶干吸热村有百岁老人4人，人均寿命 87.5 岁。高血压、胃病、肾病、前列腺肥大等常见病的发病率极低。专家组发现这与当地居民的饮食习惯有关，其中两点就是这里的人炖羊肉习惯放入肉苁蓉，还有饮自家酿的苁蓉酒。什么是肉苁蓉？肉苁蓉生长于荒漠之中，是一种寄生在沙漠树木梭梭根部的寄生植物，从梭梭寄主中吸取养分及水分，大自然赋予了它顽强的生命力。性温有补肾阳气的功效，主产于新疆、内蒙古阿拉善盟，甘肃、宁夏也有分布。传说先有的肉苁蓉，后有的沙漠，因为肉苁蓉吸进了大地的精华、万物的灵气，所以才使大地变成了沙漠。古代医学著作中已有记载，称此乃平补之剂，温而不热，补而不峻，暖而不燥，滑而不泄，有从容缓和之貌，故名从容。肉从容在历史上就被西域各国作为上供大唐朝廷的珍品，也是历代补肾壮阳类处方中使用频度最高的补益药物之一。现代科研人员通过研究阐明了肉从容补肾、益精、润肠通便的功效物质及其作用机制，发现肉从容具有抗衰老、提高学习记忆能力、抗老年痴呆症和帕金森病、保肝、抗心肌缺血和脑缺血、促进骨质生长和抗骨质疏松等新的作用，创新其临床价值和保健功能。与此同时，就有这么一款专为男性健康研发的天然保健品 Vitroman 肉苁蓉，有了优质的原料 Vitroman 肉苁蓉又采取了现代最新提取技术，产品纯天然高浓缩，可外用与内服搭配使用，从而有效补肾壮阳，促进人体血液循环，辅助免疫功能，补充体力和活力，继而改善男性性功能，是解决男性问题的根本，而且是天然保健品，因此你可以安心使用了。 Vitroman 肉苁蓉每瓶80粒胶囊，服用简单，适用20岁以上男士使用，性质温和不燥热，售价新币69元，在新加坡各中西药行均有出售。咨询电话 6562-5526 6562-5526